大家给立法委员送因为一整年的客家新闻也对今年起始制作立碑奖章六内列报道，推向前首届客家时代新立碑，还国有专业背景代表弱势团体的部分去立碑。今年前首届的是国民党时代部分去立碑，邱文彦，邱文彦是屏东内埔客人，伊本单是会用台语教书，家调去反埔署做副署长，今年还国是。替代以政府官身份去做部分去立碑的，有文人也改为挖土哦。在环保事务以外，以有限的时间，改调为用岩壁来打底，用岩子壁来挖土，记录各地的好风景，匹配好挖的是树的。这个地方呢，汛期来的时候会淹水，所以呢，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湿地的定义。结果你把这个湿地呢10公顷填掉了以后呢？你又破坏了啊，又在想办法再去召回一个湿地，不是这个排水的系统来解决排洪的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嘛。立委报道天一日，国民党是立委邱文彦，自同民进党还有亲民党立委跨党派联合，为保留黄桥水用产实体小块工程费，那是海南到屏东，同地方政府还有居民打合。昆虫界环保专业变作国民党部分区立委，邱文彦是系环境教育法的推动人之一。脱胎后，脱的系都市计划法的相关考内，对环保还有开发都在安全选择呢。对这种情绪本卡的素描，直接看得出佮想法。就将来的国土规划用了，实的地方呢，都代表我们开发的地方。虚的地方啊，代表我们的公园啊、绿地啦、农地啦、山林啊，应该要保护的地方。所以国土的规划呢，应该要在我们的虚实相间的哈，让它均衡发展。邱文彦是系成功大学美术社社长，用素描结合水墨画，在日记五十的年之笔，这些统计都入选观察到的书，都短时间之内画出一张图。然后有生命的东西哈，有这个流动哈，也有营养的输送、水分的输送嘛哈。所以像书诶，虽然你看到点点不同啊，不过其他一个生命哈，也系活生生的一个生物。法本地图包含了近年引发生态环保争议的熊饲料，而同时骨头裂掉，做下系其中环保处副处长的身份，都现场会看的是画的。其中有一张姜兆贤的图，佫较比伊详细，包伊只屏东内部。以前我哋玩水戏啊，我哋爸爸要种姜兆，特别台风天气啊，我哋一天用竹嘅吼，去撑起来，冇台风来，一梳伊都倒下来，所以发芽种突发嘛，一方面上养到以前人家爸爸，佮上辛苦当辛苦了吼，教育下人，养育下人嘛。喺屏东内部的抗议，邱文彦的阿爸是系国小的校长，对自家对学者都关心，佮变作民意代表，佮角色的转换，邱文彦认为讲，立法委员的身份是提供官方还有民间团体一个沟通的平台。国民党以前本人的感觉都会开发嘛，开发够重要啦，经济发展够重要，环境保护冇按重视。不过我哋见啊，因为既然我哋系作为不分区的专业嘅立委啊，应该秉持专业哈，对我哋专业嘅嘅土地啊，要坚持。邱文彦平常时每位消息股东同意视频，讲到对客家文化的想法，其实提出世界家比武的概念，因为用公民论坛的方式，加深中央推展客家事务同南埔的连结，来平衡南北发展。西方的每一代人的国土来看哦，他个人最关心嘛个，每一队哈，每一代村落哦，他个人关心问题没有？他个来讨论以后呢，来吸起来哦。变咧，我哋主要会行实证的计划方针。除了关六铁国土计划法草案以外，邱文彦七度讲，五月五处理法院的海岸法草案，对涉及海岛铁线的台湾未当重要，希望在四年立委任内，三读通过按照国土三法的国土计划法还有海岸法来维护台湾的生态环境。台湾新闻彭金露、刘文辉台北报道。